咱只有讲转来，咱这条天元的本性，合在咱传法的灵气，咱只有讲出家，顺咱的心性，得到灵元这点气性，咱只有显露清净，使咱活出先天的本性，真理。安住天元力，回咱母娘转一切，这是咱道家的灵气，一个元素的清净。真灵是现世性的，我有照着先天的母意，传咱道家一口气，这是最主咱的灵性。到咱有法现世情，咱再来讲顺家清咱心啦。无形也发生，现咱顺家道灵，真理的灵气恢复清净的顺定，咱有好啊，这条灵源是咱出家。的天理是咱顺着无形的性命，拢是照着天愿，金宝娘娘的心气，咱有怨天怒情，即是咱讲出家的心，灵源有落定咱心，转回来咱的本性，符合。咱的元神啊，这是咱为正的天灵。阿婆啊来讲，心的清，是咱行回清净的本性。咱再来讲，转入着天元的心，一点灵光，一条灵性，就显出家咱的天灵。无形爱咱为主。这是咱在世上的灵感，现咱出定无形的本体，上苍伊的显明，是咱在世安静，行回清净的天地，咱只有看先天的圣意，是咱搁再复原，这个无形，咱再来讲回母清咱的心。一世人，咱只有讲灵感，是咱照着这个灵魂，恢复着这样尔稳的心，这是咱回家出定。在世间，咱只有讲灵性，化开咱顺家的心定，是咱落灵这个天理。咱再来讲顺家这条心。今日有禅定的灵性，咱才有母娘这种清净的心性，是咱道家这个天理，嘛是咱照着天元的本意，真元本性回天灵，转咱出家心安静，是咱一点灵的本意，回出正理。拢是天性，金宝啊降落，才是咱的天灵。咱有元天这点气，我有灵元落心。在世，咱只有用心倒转个这个灵的本性，咱再用着清净合天，拢是顺着这条灵性，献给咱个人的。心安静，心理的灵气，回到清界，咱的心，我有保留这点灵源，转伫咱回灵的正义啊。天元若有照好性，
爱咱来讲着清净即尊心灵，拢是安住个人的心，咱则来向着遮尔啊真个原性。无形界爱咱照着伊，咱则会当回转来，咱的心自在。在世间，咱只有用心的力、心的法、心的光，导着咱只有这个心啊。的自在，这是咱照着原天，咱的灵性下凡在世间，咱这个心透会开，透会白。这是咱清净的法界，个人自然生倒转来，有咱原来这个灵性，生出着自在这条灵魂，真理是天元神。转咱为主是显的清，在世我要用着我的本性，用着我的心，这么啊清净，这就是兑现咱的灵性，个人修习咱的天命。今日我用修过来学，过来复习，这才是咱的天元灵性。世间咱都爱做。爱用，用到真完全、完圆，这才是咱讲的通灵慧命，是咱原始这个天性。在世间，咱受着正法这种传授，灵源鸟叫天地，西方啊，母娘也随机，这才是咱通天的灵性。抓定咱的心嘛，为主定。上苍伊爱咱会一命，一世人咱只有对母娘啊会安一条，安尼咱才会当讲着顺家，咱这条灵魂归着正理正神。灵源回母则是灵气，感化清净落定。我有这条正法正天性，降伫在此落正，真理恢复才是天界，落灵转开才是本性。咱爱清净的天界，拢是恢复神落灵，这点是开咱的心的灵界，嘛是咱转回。清净，咱的定法，无形界只有修通。一世人，我只有用神来表态，安尼我才有这么清楚的灵性，对着先天这条本性，真理出现是天元，落来清净则是顺意，咱有道灵转。在世，咱只有用灵气灌满着咱这条清澈的心。在世间，我只有用天元，无形爱咱有一个主定，有一个主宰。这就是我讲通天的灵性，接回无形界咱的本领。真理是天元心，见咱原来。不落净，现世转咱一点气，予咱落家正发心。天元鸟叫天家，灵元灵性归天性。一点灵光会一明，转咱气中合天性。这是咱清净的灵气，个人行过。咱的心清净，这点则是咱归元这个无心，真理有咱落界，现到清净的天元，归咱无形顺意啊！天元是灵天师，转咱合定是观天灵，金宝献开拢是。转咱清界，则是天意；落地灵外，则是顺天。
真愿出应是天灵感，灵性规范则是定性，这点灵魂的天意，咱只有驾驶这条心灵，这是咱先天的真相，抓定咱即马出家这条路，拢是讲灵界，拢是讲咱的灵魂。这是咱清净的天理。要讲到这条灵魂，伊是无形象的。所以讲，我讲的是这个虚空、虚无，伊的生有、生无，这才是我兑现我即马灵的清楚。一世人，我要归元这个无形界，通伫我这个心内底，这粒种子的因。这才是咱清楚这点灵性，世间要行往的先天的本领，真理拢是天源，落来无形是正性，爱咱转定家己的心，在世间咱只有照灵魂为主。即马我讲的是照着天性。降下到咱即马无形中，这是咱道家的灵气。世间灵修顺着这尼啊精的心理，是咱对着源头，今拢要倒转来无源。这才是咱清净的天性。咱有一点灵魂的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家清咱的心。真愿天意露本性，甲咱转回上天庭，灵魂灵性有主啊！这是咱显露清净的天性。母娘来讲，清咱的心，行到这么稳的灵气，这就是咱地主在世的性，拢是自在的天理。来教教咱每一个人的道性、的性质、的兴趣，这拢是顺着通天的真性，个人合着无缘伊的本性，上苍只有显的明。我即马只有向天来求，学着咱在世间要做的，这才是咱灵魂为主，身体有无啊？这条绳来给咱牵，拢是恢复清天的灵气，母娘啊给咱牵架，真愿出应天元性，见咱顺家应天地，无形注定则是咱的意，青天有路顺咱命，转咱归元定咱心。这是咱为主的灵性，母娘来讲到清净，转来天元一点气，落定顺母这条心，这是咱清净的天灵，得到正法的灵气，顺咱心中无关心，这是咱清净的天干。放开咱清净这个心，灵魂要照天明，爱咱行回正法的心，这是顺家咱的灵性，照着咱个人的心来转着。无形界爱用咱人咧讲这个话来沟通，来教化，这才是咱归元天上的母性。下伫凡世间，咱讲的教育，真愿天理则是灵事，归咱道家则是天命。有咱一点灵的清醒，拢是顺甲遮尼稳定。咱来甲虚空平静这个所在，逐粒心啊，拢定恰恰，拢是遮尼啊平均的。这才是咱讲的通天灵性，大智慧啊！咱的本领，
这种原来咱这粒种子上苍本已失落天来，转灵是定天界，无形度咱这点气，看见无娘顺天意，尽管天性是天性，转咱定化则是本定，一点灵气的天元来讲清净的顺利，一点灵元照天，真灵天元开本性来讲清家转的情，是咱顺着母娘意，转咱开灵多开，上苍有一点灵性，开元转咱清灵，在世现开拢是本性，转咱原来拢是天意，晴天有路正真原是。转咱顺家无牛意，是咱即马的清净中，最主啊，拢是无牛，相通这个信息，这个资料。我爱是先天涌泉出来，这才是咱母娘甘露、甘霖、体悟，安尼咧甲咱滋润，咧甲咱请，是我照着无形这个力，会当互我伫遮输入输出，啊，这才是咱讲的天性。我要照着老母伊这个正面的能量。来保我现主时的损失，啊，这才是咱讲通灵的本性，合乎咱这条原形。真灵本意拢是形，转咱开家现世情，无形现来是一点开，爱咱行向这条心，这是老母一定法。我要爱，我要爱，就是这么清楚，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。灵魂啊，要让咱一世人有一个主张，灵才是咱的主人啊。今日要倒转来先天的本性，老母娘娘啊，伊的环境，这就是我老家的经历，真传我这个心，拢是心在做主。世间只有家己治家己的心念念，这才是咱讲的通天道家。照着母娘的灵性，开元一世人，咱的清净，每一个人拢会找到这个境界。这个心要有清净的光，的自在，是咱去净化这点灵气。母娘啊，采着咱现主时的心。是咱以清净这点灵性，个人的灵性，咱的元天本性，这才是咱道家的灵性，推行金母娘娘伊的本性啊，拢是爱咱这么清楚，这个心啊才会当开甲这么啊清空，拢是这条正体的灵性关联了了。我照母娘这点灵性来牵绳，我在世间这条灵魂，是咱用着清楚，一世人我要行是正常，这是上普遍、上平常的、上平凡呐。我落家，这个是代表我个人现主持这个修持的阶段的抗战。的水准，所以讲我用真心、用真力来克制，这才是咱现主持的灵性。因为咱人拢在变，这条心拢在变，所以讲我用着这点清净定的条，在这个秒分中，是咱一秒钟、一分钟，我就要让伊正神啊出窍，这才是咱日常的接触。现主是咱定的条，你这条气氛，拢是
身体的本性，拢是定咱家己的心。我以清净这点理，来走向先天的顺境。我嘛无爱讲头前，嘛无爱讲后壁，只有讲现主时，咱来这个时候，正是时候。真法本已定如性，现咱顺家应天命，导咱一条正法来。现咱清空真圆融，都在清净这个天地，化解顺从这个心理，是咱以灵来修持，咱造无形上天地，这是为主的灵性。大虚空咱的无心，一点灵源会得住。开源正理上天性，是咱一条正天的系统，是咱定条条咱家己的内性，这是咱清楚的天界，使咱清净真自在，合咱一条灵源的灵性，生伫咱在世间的心来传啊，真理有咱的灵性。归咱传来有清净，这是咱望出一条正气啊！天元顺了无形界啊，人生转开天元在啊，一点灵气拢是天理啊，照着咱的清净元神啊，灵元这是天意，无娘落嫁则是顺事。清净则是咱的天愿，落来顺家则是咱的心意。天来开天性，原来为主现世形，顺咱一条无形气，人生源头咱的心，是咱清净一点灵性，来到现世咱的无尽。这是咱清楚的天理。西王啊，金宝这个妖帝，咱有照着天元这个机灵，咱照现世金宝下元在咱即马这个殿上，拢是回出咱这条灵性。天元老母这尊真神，天理若将着这点灵性，化开咱的本领。是咱原始这点灵感，现在咱心头顺天性啊！真灵是天元界，若灵是定若性，无形恢复正法界，导咱一条正性。这是宝年，伊甲咱点醒。凡世间，咱只有这粒心，你会当归元。归正，现世咱只有照天意，无娘啊只有降旨，安尼咱才会当讲找出着咱家己修炼啊，合乎这条性质。咱要讲的是家己的性，安尼咱才会当讲通灵。性就是咱的道啊，嘛是咱的天啊，嘛是咱的本性啊，真理的天元。落来清净这点气，显露清家咱的顺性，爱咱转的是天神啊，拢是这么清楚的灵气，咱再来向无形这个天，拢是顺家咱的灵性，无留一股气神，这拢是转入咱的心肝，咱的心内。咱才能知影清净这个天性，根本也予咱这尊神上苍一点灵气，现咱平和上天庭，看见在世心安定，是咱顺着这点灵源，
是咱转的上天行，一条正天道灵来，转开现代正性，是咱恢复正觉的灵气。咱再来讲顺家母娘的心，是咱顺着清净的天地。咱再来向着无形界这个天性，有咱恢复清楚。这点灵魂是咱的天意，靠着咱的觉心顺天，灵魂则是咱的天性，顺着无形界则是咱的真心，拢是兑现。在世间，咱特别有这种品啊，有这种格啊，有这种质啊。上苍伊爱咱形容。咱这个心内底的流程，今仔我照着流转，会当通着咱现主时的大自在。先天爱咱这么清楚，咱人的身躯爱自由，咱即马这条灵爱会自在，咱才有这个自然的物件来生。我要用的是先天的原能。还未生这个真能，就讲还未开天辟地，咱原来就先天这点气啊，这条神啊，这才是我要讲的天性。对着无生有诶，我现灵，青天如来照天地，无形生出上天地，度咱元灵为主，现咱天元这条心，强调清净这个体。咱造元素母娘这个意，是咱照着灵源灵性，归咱现场，咱的清净。母形伊的显露，是咱以清灵这条心，阿婆爱咱向甲这个顺，这是咱恢复天元。母娘啊，爱咱有心来献贵，来推动，来推动。咱所有的老母伊这个精神，伊这个文化，照着先天的顺理，条条灵性归天。现咱有落来这条灵性，开源转嫁咱的心内底，这拢是顺着正统的灵性。母娘伊转咱归元清净。